Rallies。其实有一定的体现，但想问您这两方面，无论是这种释放的感觉还是求生欲望，是不是已经达到自己比较理想非常想要的这种状态？给我自己的感觉，今天的男生在后面会有这种心理的这种波动起伏，然后包括紧张，然后包括想融入去压制自己的这种，这才是一个很正常的运动。在今天的决胜局的时候，在6-5的时候叫了一个暂停，那个暂停是跟南俊坤是有什么交流吗？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了，你们也是讨论了一些办法来抑制到另一对组合，那你们的这个具体的办法是什么？谢谢。首先沟通还是那一会儿的时候，其实整个的形势已经逐渐的让我们有了一些优势。因为6-5领先，然后包括也是我们拿着发球，所以说6-4的那个球吧，其实算是一个对失误，其实自己认为有机会，然后那个球应该能拉上，但是没有拉上以后，就很伤，没感觉到他的这种心态也开始有一些起伏，有一些波动，所以他也能看出来他也很想赢，所以说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应该去冷静下来，去带领他，然后跟他去说一些。是要坚定啊，既然输啊这一些，因为从第三局到第四局，其实整个的这种局面打得很开，也让我们逐渐的释放出来。
告诉你，其实你上来打的也不错。然后像这个暂停，也只是想冷静一下，然后到了场上，很沉稳的去打那个球。这是你跟梁靖昆组合后的第一个男双冠军，赛后两位也是非常激动，请问对此你有什么感受呢？对于你的第一个男双冠军，谢谢。我觉得其实，冠军的话，可能你会随着配合次数越来越多，相信我们的两个的这种个人能力来说，可能随着比赛次数越来越多，肯定会有机会获得冠军。但是你这个冠军更可贵的是在于这一场决赛，我们两个逐渐的去找到一些属于我们两个的打法，属于我们两个双打的一些打法和特点，然后包括也能从像这么强大的队友。十多名外手中二比落后，然后赢到3-2，这对于我们俩来说是非常激动的。也包括平时私下我们俩关系非常好，他一直会有那种有点难受。梁靖昆说你们的组合是叫胸田组合，那怎么评价一下你们这对搭档？谁胸谁田？他说你是胸。先请两位冠军跟我们谈一下整体的比赛感受吧，林一彤。
今晚的决赛，你们觉得自己这能够赢下对手，主要成功在哪几个点？然后也请评价一下对方。我觉得今天晚上比赛还是非常精彩吧，然后就是我们四个运动员也是非常努力的为大家创造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我觉得今天获胜了。卓球人 .com では卓球を頑張ってきた方々の就職・転職支援をサポートしております。新卒・中卒問わずキャリアに悩みがある方は下記概要欄の LINE よりご登録ください。僕もキャリアアドバイザーとして様々な就職支援を行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お気軽にご相談ください。 Rallies